最后第四乐章来的啊，赶快要结束了，太棒了哈、啊！那你想看音乐家第四乐章怎么样结束呢？他就是和和兴奋热烈的让你结束，让你站起来 ，uncle 拍拍手。你拍的越久 ，uncle 我会给你很大的回馈。等一下会宣布哦，你等一下起来至少 uncle 个20秒，那啊一定值得你 uncle 20秒，因为它本身的设计就是这样，很热闹。那我们刚刚讲从头到尾都讲三个不叫 ABA 而已，三明治 ABA， 两片吐司中间一个蛋咬下去，不过蛋现在很贵，改成那个火腿哈，咬下去。如果再多一点 A B A C A， 就像麦当劳的大麦克了。好、哦，啊 A B A C A B A， 我就一直下去说嘛。简单来讲，假设 A B C 是三段不一样的音乐，它就是 A B A C A B， 反正就是轮来轮去，叫做轮旋曲。你会看到同一个主题出现很多次，啊，怎么一直出现呢、啊？好烦哦！不烦，那好像是那提不住的两岸猿声。那等一下、啊，没有多久你就听说雨过万重山。或者看运气，整个高铁等待中啊，好、哦哦、就是这样啊，哇、哦、塞，不困难。来，我们有三段音乐，一开始哈、哦，我比一就是 A 段，比二就是 B 段，而且很明显，一开始就刚一缕青一样，它就一直要往上，好像龙卷风一样，要卷上去的就是一，那二就是它在踩刹车了，就是 B， 所以这一段一开始就很精彩的 A 跟 B， 来大家领略一下，我比一跟二，一个是龙卷风，一个是踩刹车，来。好，有没有很不一样？龙卷风啊，看进来，踩个沙，打啊，踩。那 C 段就是旋律性的，刚刚那个都不是旋律哦，那是一个风景而已。哇，龙卷风卷上去，啊，踩上去，好那个。那都是一个片段，一个主题，但是没有多少旋律的。C 就缓和下来，一个蛮漂亮的旋律。来 C， 在那么强烈的一个兴奋热烈，好像节庆般的要结束的时候的那个气氛，突然间还是有一个缓和的音乐来旋律来调和它的色彩。好，接下来啊、哦，要比不简单啊、哦，我比一就是 A， 比二就是 B，C 我不用比，你就看到我在那边陶醉了。哎，旋律本身就会让你陶醉的。好，你一跟二没有什么好比的，就是很快你也比不来。哎呀，好，刚刚就是自己也就是在陶醉，就是 C 啊、哦，哦，要比的对不简单，我也听了很久才有办法。它就是 A B C， 再一遍 A B 先很让你明显，接下来就是 A B C A B C A B C 这样结束。啊，最后的 A B C 哈、哦，已经开始慢慢哈、哦，要接近尾声了，没啦啦的对了哈、哦，就是稍微回顾一下就结束了啊呢，啊、哦、啊，我一定会把它比出来啊，你们不一定要比它，你就听看到我比啊，你就知道。每一次出现的 ABC 都不一样的、哦、所以音乐的另外一个美感特征就是在变与不变之间不断增加它的色彩跟能量，这是古典音乐最大的目的，不然毛波山一下子、哎、这等一下要八分钟、啊、而且音符实在很多，看完之后一定眼睛很累的、哦、挖起来我再有这一点拍摄、哦、下次我再带来啊、哦哦慰劳一下、哦、这样可以吗？好，以热烈掌声迎接这首中乐章。